宝妹跟阿宝老师两位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我是朵六颜如洗。嗯，许先生，嘿。你好。我要请阿宝老师一下吼。啊，早你迄个我有看到迄拖刀迄吼，我也无过日，你知哦？无过日啊，即卖我吼，甲饮水着农民进来放落去啊。吼，啊有够水个啦。别人个拢饮两三遍，你甲讲免饮水，我安尼呛一个，我也拢无饮水，即卖才落电，我才饮安尼足水个。我要请问阿伯老师一下，我地我已经播了四十天啊。啊，有时我掉一边，我有乌风一边啊，你知道？啊，即卖想讲一礼拜后要过来个，转一边小看尔，啊，想讲会使加迄落玉米素落去转袂山呢？请阿爸老师甲我解说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好好，谢谢，来，老师来。哎，都家人听众朋友当然啦，尽量好哈。其实是咱拢出嘴尔啦，吼，就是讲，互你一个即个方向，吼，照即个方向咧做，当然真济即个问题呢，简单讲啦，吼，就是讲，有时候呢，那是一个原则，吼，啊，因为你，无去严，吼，啊，有个人就是讲愿意照安尼来做，吼，啊，这起来当然是真重要，然后就是讲因为你那是以后一个所谓这栽培拢是同款，然后弄一个基本的吼，基本的这这原则，第一个所在其实像这个土豆哈，土豆你不是去个伊嘛淡落落吼，伊嘛是足容易烂吼，尤其就是咱早冬这个有热啊落一点啊雨吼，所以其真济吼，迄个水唔是，其土豆唔是遐尼啊，即个重水吼，所以咱伫这個基本的这这管理内底呢，伊通常是爱排水好吼，对土豆来讲，豆啊吼差不多拢是爱一个即个排水较好的这这所在吼，所以这点呢是相当的这这重要啦吼，所以你会当照这个方式啊烧起啊，当然要落定的时阵吼，这个时阵土一定爱有够松吼，有够淡实吼。伊个即个软软啊，你一定爱互伊落定了，差不多有肥地啊大，迄阵要落肥，才来落肥吼，莫伤早甲落，因为伤早甲落呢，真容易去甲咸着，啊咸着伊个外皮就会受伤。伊袂，毋是讲安怎足直足食力嘞，但是伊就是个，伊个皮就是会被即个肥料破坏掉，被肥破坏即个。表面的时阵，伊就这个表面就较容易去感染到这有诶无诶这物件吼，所以通常对这乌帕吼，这原因是伫这个所在吼啊，所以这咱听众朋友一定爱小注意者安尼啦吼，这是不过个人一个小小的经验甲建议，提供互咱听众朋友做参考。另外一个就是讲伫这個水稻吼，水稻即马四十几工吼，四十几工，应该是十二月过了吼，因为你那是。我即马讲的是即个国历啦，吼，国历呢应该是拢就是冬已经冬至过吼，但是你这应该是伫即、這个立春进前的播的吼，啊，这四十几天来讲今年可能温度较悬啊，是安怎吼，所以伊回起来这個速度吼。真紧吼，所以通常真侪呢，拢会小可有一点点啊，即个调节啊，即拢会啦吼，即难免，但是你也免想过度的即个紧张但是就是讲，如果那是伫有去做一个即个防治吼，即上吊就讲你即马有钓钓小可咧防治，你过来吼差不多到三月过一个月吼，你迄边你一定爱个特别注意吼，因为伊老钓钓通常拢会较容易个钓吼，个较容易个发生吼。虽然咱转药啊，但是伊总是都是有迄个病菌伫迄只遐吼会较容易来改这发生，这爱小来改这注意者。至于讲你那是要转药的时阵，这边你会当蓝一束，蓝一束的玉米素哈、哦。但是蓝较薄嘞吼、哦，就是讲其实水稻伫什么时阵呢？比较薄的迄个时阵，咱有诶有当时啊到尾后吼，算几大多啊是比较薄迄个中间，咱若看办事唔对咱拢会转一边药啊嘛吼、哦。这通常是拢会即、這个坐水了，咱去转一边药啊。这两边的即个你若是讲要试玉米素效果好啊歹，伫这两边你。
尤其这个吉他多甲贝拉贝这个时阵，你咧转油啊，迄阵来试吼，好歹一边就知影，你也感觉讲哦啊，真正加足好用安尼吼，迄阵咧足明显的吼啊，但是即马当然啊，平常有真侪好朋友拢用惯习啊，伊讲啊，我都拢薄薄啊吼，千五杯无用甲一千吼，啊千五杯，千五杯这個意思就是一个动力桶啊，那二十五瓦的时阵啊，咱可能用二十 CC 安尼就好啊吼，所以呢一桶啊一束束啦啊，这个咧抓啊真省吼，啊甲揽一束啦揽。就说了伊个一个效果吼，就是讲啊，拢豆豆啊有好，因为这种是天然的，这物件咱较唔免去烦恼讲伊是唔是用过量会安怎吼啊？过量当然是浪费钱啦吼，这上大咱是无愿意讲啊，可以去浪费，因为更加一个量起哩，伊个效果都无通遐尼好吼，无通遐明显吼。啊，拄啊好迄个量呢，来用这效果是上好吼，所以那是讲你有已经对这物件真有信心，你咧用啊，你会当转药的时阵，你就甲加一撮。哦，这转药啊，加一出来啊，会当增加伊对着这个啊，这种药啊，吼，算较袂讲有一个万一啊，药伤啦，药伤伫水流内底是较少吼，最主要是这个药啊，这个、效果呢啊，真侪好朋友讲，哎，那从。其实很好用啊，其实主要是因为你甲转过了脏吼，加真惊脏，加真惊脏，伊对一寡病害这个抗性的加真好，所以你会感觉这个药啊咧用的加真好用，这个、原因是出在这个所在吼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咱的这个目的吼。啊，但是呐，新买用过，咱当然爱去甲经验，看讲这物件好用歹用。啊，要经验这物件好用歹用呢，一定就是伫这个啊产量的这部分，咱会想要去知影嘛。所以你照你正常的这管理内底，你伫这个吉他多甲比他买一个这中间，你会当来用啊，迄阵的效果是上明显。吼，啊，有诶，好比讲，迄济水咧用嘛真好，对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伊比较起来那是上明显。你毋买用过，我要甲试一遍。你就是用吉拉多甲比拉贝这个时阵来试啊，啊，这真侪好朋友即马伫这个有人挂靠啊，真侪哈啊，大家嘛讲玉米素啊，所以呢啊，这个你可能得爱小注意者吼，这真侪这物件呢啊，咱拢是拢食的啊，真侪人拢食一个名，但是这上伊可能个成分啊，各方面吼拢是完全是无同款的这物件啊，可能呢嘛袂当讲人无效啦吼，但是就是讲啊，是唔是有加迄个效果吼，这可能得你家。爱去比较吼，爱小注意者吼，这里正好，好朋友小做者一个了解吼。